这里的身材不错，他叫什么？白灵，找人肉出来了，就是杂勇队的。真的假的？哪个？啊！李娜加油！快点！李娜，快！往回，往回！ 他很全那个嘛，可惜了，我还没有上。哇，行不行啊你？李娜，你比白灵差2秒的，你要加油啊！啊？怎么又是他赢了？真没劲。今天我不练了。 人呢？不会淹死了吧？除非他自己想死。近日，一段不雅视频在网络疯传。据悉，该少女为是游泳队队员，即将赴美训练。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亏我还这么看好你。去美国的事别想了。 没有以前好，我就是觉得不够兴奋。如果觉得不舒服，就休息一下吧。嗯，好好调整一下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去吧。 白灵自杀之前有没有向您留过什么？我最后一次见他，是在他出事前3天，他向我承认错误。搞出这样的事情来，出国的事你就别想了。老师，对不起。
那他有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？有没有遗书之类的？我不确定你们掌握了什么信息，但是我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，没有发现什么遗书。听同学们说，白灵自杀当天写过一封遗书，就在这个泳池后面的座椅上。 佳佳，你在跟妈妈玩捉迷藏是不是啊？佳佳，在不在这儿啊？佳佳。 赢了也得吃饭，为什么？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你吃饭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你说了吃饭去。王阿姨，你下回去买菜啊，别出去那么长时间，别让佳佳一个人在家待太久了。哦哦哦，要得要得。哦，有一封你的信在茶几高头嘞。啊。 小文，最近看你总是心神不定，怎么了？我没有告诉你，游泳队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死了。白灵吗？你知道他？之前有一次去游泳馆找你，他正好在游泳，游得很不错。可惜了。是啊。 是不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？不要往心里去。
上楼睡呢。啊，在楼上呢。小文，小文，小文，是你啊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来，我拿电视给你。谢谢。我觉得白灵他一定很恨我，只是我最近总是梦见他。刚开始几天，我也是一样睡不着。不过，有他就好多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古曼童，又叫金童子。我托朋友从东南亚醒来的。小姐，想请什么？哦，你随便看看，看你喜欢什么。我想请一个古曼童。来，你跟我来。看你喜欢不喜欢，这是与世高僧精心制作，加持开个光，灵性特别高，绝版。我喜欢他，就他吧。他有名字吗？小凯。按照这规矩供养他，不得怠慢，否则不肯设想。南无塔萨巴卡瓦图阿拉哈图萨玛三菩提萨。酸奶，你要喝，妈妈可以给你买。但是你记住了，这件物子，这个桌上的东西都不能动，明白吗？颠倒石头布，赢了也不许动。嗯，回头妈妈给你买啊。
睡一会儿。你身上怎么那么冷啊？佳佳，你在说什么？嘉文，主任叫你赶紧过去吧。您放心，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哎，再见。现在家长呢要退钱，媒体又一窝蜂把我这游泳馆看成是淫乱场所似的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我没想到白灵会走到这一步。你是老师啊，学生们的事情你应该心里最清楚。我什么我呀，再查查还有哪些女孩子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再出事回家带孩子去。小雅。哦，肖老师。白灵出事的那天你是不是也在？练完了。哦，是的，陈老师练完了。嗯，我想看到你跟白灵坐挺近的，没事吧？我们先一起练了一会儿，后来我先回家了。谢谢我。永贵，有没有谁喜欢白灵啊？白灵，很多人追啊。不过她那么优秀，很难的。琳娜，你见过白灵的遗书吗？遗书？没有啊。我醒来的时候人就在医院了。那白灵的男朋友是我们游泳队的吗？男朋友？不是吧，是的话应该大家都知道的。有没有看到什么？等一下。哎，你看，这回他死定了。
妈妈上来佳佳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赢。佳佳，你在跟谁玩？佳佳，你在跟谁玩呢？剪刀石头布是吧？来。剪刀石头布，再来，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告诉我，你在跟谁玩？小凯。小凯，他在哪里啊？佳佳，谢谢。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家里怪怪的？连佳佳说话也怪怪的。没有啊。没有觉得房子有任何的问题。你觉得有哪里不对吗？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我想找个人过来看一下。我觉得没必要，一定是你工作压力太大了。佳佳，佳佳，找到你啦！你不要动哈，佳佳，找到你啦！哎，遇见鬼了哇！我的娘！佳佳，我回来了！出来了！我在梦游呼吸操场，我的东西放在教室里面，怎么出去呢？
这说走就走的，你一时半会儿你让我去哪儿找人？姐，我真的不敢呐。我再加你1000块钱行吗？不是钱的问题。哎呀，能够嘛，剩下那些钱我都不要了，行不行？是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不是不是，你对我好啊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莫不相信哈。你那个屋头不干净，我真的遭黑惨了。我真的要走了，对不起啊，姐姐。刚才跟谁在一起玩吗？在哪儿？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我在出差吗？我真的很害怕，我觉得好像有鬼缠。喂！怎么了？刚才跟谁打电话呢？还能有谁？你们都老夫老妻了，你就少说两句话呗。你又不是不了解他。算了，你们的事我也不想管。安眠药。谢了，请你吃饭。咱们俩吃饭啊？小凯，妈妈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什么了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妈妈会更好的对你的。怎么了？欧贝尔钉扎着脚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去帮你拿药。怎么就掉了呢？这的确是白灵的字迹，会不会是恶作剧？这东西你就当作没见过。
想要做什么？你别管了，我会搞定。他很健康，看不出什么异样。那就好。肖文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医院对付习惯性流产是很有一套的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刘东怎么没来？是我没有告诉他，我想等安胎以后再让他知道。老公吃饭了。哦，马上。对了，明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，我们出去吃点好的吧。行啊，你定吧。昨天看了一家私房菜，还不错。你要不叫外卖吧？佳佳一个人在家，我也不放心。嗯，你决定吧。干杯。送给你。是什么？自己看。这个品牌的项链，每款只有一条，是我特意为你定制的。喜欢吗？我想去一下洗手间。好。好，谢谢你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们会随时来了解周围的情况。嗯，好的，随时来找我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警察怎么又来了？好像他们查出网络上传的 IP 地址是从百灵自己的电脑，应该是被盗用吧？那查到是谁了吗？还没确定的，不过监控拍到了几个人。反正经过更衣室，每个人都来排查一下。拍到谁了？李娜，两个保安，还有周伟。周伟，他为什么会去女更衣室？签字到了，先撤了。哦，冷静，家里的钥匙给你，佳佳就拜托你了。没事啊，反正我挺希望小孩的嘛。谢了。是不是特无聊啊？确实真无聊啊。没错，是风吹的。
渣渣，你不喜欢叔叔吗？你找。渣渣，你没事吧？这风太邪了，这么大。对啊，幸好有你在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拿佳佳怎么办了。我，你再不回来，我也快搞不定他了。你平时也挺不容易的。对了，主任跟我抱怨说，李娜最近成绩不太好。他有没有找你啊？林娜确实是最努力的一个孩子，但是比起白灵来，她还差了一些天赋。我觉得你就想开点吧，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。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愁眉苦脸的。反正要继续培训嘛，又不是要你培养奥运冠军的。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没偷看啊！好准备，怎么样？漂不漂亮啊？我惹家了。哎，你看，
你看我这个家，就越卑微。怪我自己太贱。怎么会这样？如果老公对你不好的话，你不如去理吧。为什么不找个女朋友啊？找不到啊。开什么玩笑，你对的姑娘不都很黏着你吗？哪有，我心里是有人家，可是周伟。喂，等一下，你先冷静下来吧，好不好？喂，周伟，周伟，怎么了？周伟出事了，快点，来，快上我车。还是没人接。继续打。周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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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没啊？陈军，周围，周围。周伟，陈军，陈军，快救救他！我来了，我来。周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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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文，夏文，你也搜到这个？我们在他电脑里发现了大量白灵的视频，还有遗书，说是因爱生恨，他受不了白灵乱搞男女关系。把心交给警察，没用的。他们会认为我是神经病，他们帮不了我的，帮不了我。总是有办法。我看白灵的死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一定有冤情。不就是因为那一段视频吗？能有什么冤情？但缘由在有主嘛。其实，我停留在周围了。不过观念不是在他，我是在视频里面的男人是谁。天知道是谁，我只知道周伟死了，下一个就是我，就是我，不是吗？因为我没有保护好白灵，我没有实现他从小到大的梦想，让他继续游泳，所以他死了以后，下一个就是我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好不好？
周伟，我后天就要飞美国了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可是对不起。让不让人睡了？陈老师，丽娜，我有些事情想问你的。嗯，你知道这位他是温白灵吗？啊、哦，我不知道哎。是跟他很熟的吗？我们平常不聊这些事的。对，我觉得你去墓地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人，长得很像。你是不是看周围了？没有啊，我这几天都忙着出国的事，怎么会有时间呢？那好吧，你继续吧。
对不起，我本来想等安泰以后给你一个惊喜。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还他妈是个儿子。神经啊！哪他妈有人？我约人了，赶时间，你们吃吧。吃完饭再走吧。管你不想赢，视频里没点名气。游泳队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死了。白灵吗？
吃完饭再走吧。我有急事儿。为什么会有白灵的照片？你看我电脑了。你心虚什么？我心虚，我看你是没救了。整天烧香拜佛，养什么古曼童？搞得家家都神经兮兮的，你说你是不是有病？说话，你说你还像不像个当妈的？生孩子不行，搞这些你倒在行。我说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？是不是你在咒我？说话。喂，陈军。喂，夏文，李大叔睡了。他怎么了？刚警察打电话给我说，他在游泳馆。反正你赶紧到这个医院吧，他在抢救中的。好，等会见。是他吗？那我们出去聊一下吧。那个家我是回不去了。我跟刘总吵架了，还动了手。我还在电脑里看到了照片和视频，里面还有白灵。白灵？你说白灵？我怕他跟白灵的死有关系，所以我们才吵架的。打算怎么办呢？先冷静下来吧，不如到我那去把事情理一理，好不好？哎，让我来，让我来，我帮你包扎扎。你家就住在这儿啊？对，我刚搬过来的，这边就清静又便宜。哦，来，我带你。小心啊，地有点滑。嗯。小心点啊！现在报警叔叔。
妈，你别走。宝贝儿，妈妈就在这陪着你，别怕，睡吧。对了，家里面有事，我帮你去买。那早点回来。佳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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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对不起。什么不明白呢？视频是他们传出去的。白灵，是
被你害死的。对不起，老师，是我辜负了你。他死了，你们害怕，是心里有鬼，心里有愧。在艺术里，他一点怨恨都没有，一切在感谢你。只为接近你，给你和李娜血书，劝你们行进同志，就是有搞得你们不得安宁。拜托你了。有那么灵吗？有他心就安了。你以为古曼童真的能保护你？做梦！自己偷袭那都是我做的。你夺走了我最爱的人，我也会夺走你们最爱的人。艾琳，你看着我跟他们玩游戏啊。怎么玩？对啊，我却没想好我该怎么杀他们。对，他说的对，对，你们是玩剪刀石头布，对不对？这样好了，我给你们三个人三次猜拳的机会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游戏正式开始。第一把，剪刀石头。不愧是一家三口啊，好有心，好有爱啊！别那么紧张，别紧张，没事没事没事啊，你们都还活着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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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啊，下一把不要输的呀，剪刀石头布。我是跟你们说了吗？不要输的一样嘛，真没有什么好玩嘛，对不对？他在玩什么？剩最后一把，剪刀石头。
恭喜你！哎呀，好厉害呀、啊，好 man 哦！哭不要哭，哦，哎呀，你真是男主角啊！你现在感觉如何呢？小文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感动了，好好照顾佳佳。畜生！剪刀、石头，不，江哥，江哥在家吗？谁？我，保安阿水。哎，快开门！啊，等一下啊！来啦！哎，啊，林哥，林哥，还在睡呀？还在睡觉啊？你这都几点了还睡觉啊？你看我整点东西，咱哥俩喝点啊。晚点吧，好不好？晚点，晚点，菜都凉了。晚点，你看都几点了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整点，整点，是不是啊？你说咱俩都没多长时间没喝酒了，对不对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再说你是现在不睡睡觉，你都。里边有人，是不是嫂子来了？你老嫂子来，你怎么跟我说一声呢？嫂子，我带点东西，来来来，出来一起吃。
报告指挥中心，发现白灵尸体。队长，这儿还有一个，还有气儿。